小鸟在地，在它的巢里看书。基普爬上了大树，他搬了更多棍子。早上好，小鸟。基普说：“早上好。”基普小鸟说。基普从树上爬下去，然后他又爬上来，他搬了更多的棍子。小鸟说：“基普在干嘛？干什么呢？”小鸟继续跟说：“哐！”小鸟叫道：“小心点儿，基普。”“对不起。”基普说。小鸟飞到基普的树枝上面。你在干什么？小鸟问。我在收集棍子，基普说。你要棍子干嘛？小鸟问。我在造一个东西，基普说。我需要很多棍子。你在造什么？小鸟问。一个巢，基普说。我要为自己做一个巢。